这轮廓，比我厉害多了。再美女，啊，跟你喜欢那个画漫画的叫清河是吧？跟他比呢？跟他比你？呸！我是说你们俩没什么可比性。你看，一个是我男神，一个是我救命恩人，我肯定不能乱比较，对吧？ 男神不至于吧？他的漫画我翻过2页，不就是画一个每天给妈妈惹麻烦的小男孩吗？这种漫画也有人看。清河大神画漫画，画出人物，画出情感，画出人物灵魂，好吗？比如说初夏，虽然是个搞笑漫画，但是非常温馨，非常细腻。我觉得他肯定是一个幸福的人，或者说是一个追求幸福的人。 我每次在看初夏的时候，总觉得他好像在倾诉点什么。你说是？你笑什么呀？啊，没什么，就是觉得你还挺了解他的。嗯，那看来你还挺喜欢他的。对啊，很喜欢，超喜欢，全世界最喜欢。 那，你有跟他交流过吗？当然了，我们每天都聊天的，从早聊到晚。星河会跟你聊天？干嘛？单方面发私信不算聊天啊。再说了，说不定大神仔细的看了我每条私信，他只是没空回而已。去，站远点。干嘛？站远点。 再远点。哇，林丹妮，你可以啊，有两把刷子。明天不再是你的忌日了。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